由交通部观光局所举办2021台湾好汤温泉区金泉奖十全十美奖网络票选活动，礁溪乡公所自活动举办以来，不仅成立竞选总部，更在各个社群平台强力放送礁溪之美。选战进入倒数时刻，邀请全台唯一的温泉水美人表演助阵。号召全国民众支持礁溪温泉，礁溪乡公所推出票投礁溪温泉得好康的活动。礁溪乡长张永德更强力放话，希望台湾最有文化底蕴的礁溪温泉能够获得全国民众的青睐，永得冠军。我们成立了我们的竞选总部，同时我在这边我也要代表我们礁溪公所，我要来感谢我们所有协会，还有我们的所有的代表，所有的村长，所有的乡亲，全力的乡亭哦，来参与这一次每天七票的一个票选活动。我在这边呼吁所有我们现在的乡亲，这是我们的宜兰，这是我们的礁溪温泉，全力支持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这个票选活动里面，那同时我们礁溪，我们的真爱去礁溪，我们的观光所也举办了赠送礼物的一个活动哦。除了有赠送我们的住宿券之外，我们的泡汤券，我们也持续哦，在这次的活动里面。我们要送出去哦。礁溪乡可说是全乡动起来，代表会和村长联谊会也每天动员，运用五花八门的战略和行动，就是希望全国乡亲票投礁溪。共同来创造大家的骄傲，好不好？好。咱的票已经到19万几，将近要突破20万。我希望到截止的时，咱超越到所有北关区。超过赢5万票以上，好不好？好。目前大概拄好讲赢要1万票，咱大家来一年外共同来做好，来创造当期一只乡亲，一日子叫做啥哩？咱就当期所有的乡民叫做荣华富贵，你看好不好？好。礁溪乡拥有台湾面积最大的平地温泉 ，pH 7.5的碳酸氢钠泉水质含有酚酞碱成分。能使肌肤光滑细致，加上乡内设有许多免费驻足的泡汤公园，可说是国人亲近大地礼物的最佳选择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礁溪是台湾平地最大的一个平地温泉哦，那素有美人汤的一个美名哦，那我们每年来到礁溪哈，造访的游客哈，在全省各地哈，可以都可以说都是非常多的每一个季节哈，都是非常多的百姓乡亲哈，来到我们礁溪哈，我在这边我也感谢我们所有业者哈，还有我们在地的居民哈，共同来支持我们这个在台湾富有声誉的一个温泉哦。
投票期限进入尾声，到3月31日中午截止。每一位选民一天可以在网络上投7张票。礁溪乡寄出送住宿券好康，向全国民众催票。台湾好。